哎，你要啥？没有。啊，把这个给你吧。怎么了？送给你一个 T 恤。送给你一个 T 恤。就是你这个小天使，你看你后边。这不是一个婴儿的吗，宝宝？我能穿吗？不是，就这样的。不是，它是太小了呀。不小，我穿的。有点小。小吗？你这样，我喂你，你给我，你给了我，我今天就是无论如何，我就为你今天晚上我就穿上这件。可以穿。行，这是我们向往七季来一直给我披小翅膀，直到我娜姐给我了一个真实的翅膀。那我马上换上给你来啊。这个在童装里都算是比较小的那种。童装里都算小的。对。好像还挺合身，还很宽裕。我没有想到，我拿在手里，我觉得根本塞不进去，结果就很 easy。我看一眼，你看就是挺好的，是不是？你给我的，我肯定得穿啊。啊，你后边那个翅膀，这真的是就是你，你就留着吧。我肯定留着呀，你给我的肯定拿着呀。好看。你知道你以后该买什么了吧？No， 我只能说我的身体可以接受太多 size 的衣服。我们爱得很勉强。哦，对，我不是天使。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啊，对。安娜姐唱那么多歌，你都能记得住吗？记不住，她刚才唱我也没反应过来。我听过一首很冷门的。什么歌？哎，不知道算不算冷门？谁的歌吧？你的歌。我有冷门吗？那首歌相对其他歌是有点。我啥歌啊？如果你站在大地的路上。啊，你说什么歌啊？就这歌啊。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等等。如果你就在那路上。不是，就这么唱的。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啊，在一个告别的年代，有这一首歌。天哪，你是弄得我怎么？你说我自己的歌，我能不记得吗？你查一下，万一就一模一样。哪一年的歌？很也没很近，但是是新歌，不是说最近的。你告诉我几年吧。你听起来不像不是很老的。是最近的吗？也不是最近的，几年前的吗？十年吧。你给他唱一下。你说一句歌词。告别的年代，告别的时代。我不可能唱过《告别的年代》这歌，不可能。我可能，你可能，你现在穿越了。不会，一定有，绝对有。没有。这么深的路上，一定有。天哪！是合唱的歌，所以不记得了是吗？自己唱的，不是独唱。再一个告别的年代，我印象里是。哦。我能想起来，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能想起来。叫什么？下岗的那个什么歌吗？什么歌吗？下岗不是，好像是专辑里的歌，还拍了 MV。是吗？嗯。我先找那英啊，我等一会儿啊，你等会儿，我来找。有啊有，你找告别的年代，我就是。没搜不到那英告别的年代，还有别的关键词吗？宝贝，你再唱两遍。我先搜一搜，我自己搜一搜。嗯。啊，变幻的年代。啊，我唱过。变幻的年代。变幻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了，汪峰的词曲。唱过吗？唱过。对，变幻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听过，我听。我也听过。嗨，那不听过吗？我们开始做点创作不？好的，那你先来两句。随便，我们俩有次写歌写不出来，我们说抓阄，每人写一个关键词。对，但那个写的不好。不是，就是这是一个方法，是可以的，就是一个游戏，变成一个游戏了。
对，就是也是毫无厘头的，就不用管那么多，你就是你想到哪儿你就写。这我觉得这是挺好玩的。这是一位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这个这样一个朋友。今夕是何年？来吧，来吧，走吧，接力接力，可以啊，好玩好玩。今夕是何年？今夕是何年？2024年。重点是今年其实是2023年，但是他已经想到了明年。对啊，就是要播向往的，该播向往的时候我没有了，要怎么办？哦，你看他很有意思。今夕是何年啊？抄袭？对对对，抄袭抄袭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因为我很难写出短的句子，就是没关系，写长啊。我们可能会把所有这些文字打散，可能一个字都不用，有可能只是找到一些关键词，对吧？那你比如说第一句叫做“我想问问你”，我想问问你，今年是哪一年？嗯，我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是我会写，或许只是又一年。我好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做书记员，得记一下，得记一下。等一等，等我，等，不止有本，还有纸，手写啊，手写，哇，你这天使都倒了。天使不会倒的，天使只是侧翻，侧翻了一下。我想问问你，今年是哪一年？然后毛毛说。或许只是又一年，类似。再往下呢？这个不用做，不做数啊，我们就往下接着玩。其实挺难的，就好玩啊。而且创作人其实，在创作的时候是很羞耻的。没有当游戏，当游戏，所以才要随意啊。所以你刚刚随口一说，我就很好。就是飞花令就是这么玩，就是文字游戏就是这么玩。Freestyle 吗？当熟悉的那一切都已不见，当熟悉的那一切都已不见。嗯，我要看着字形了。我的背包里全是回忆，不到你，还不到我是吗？还不到你，你也可以接。待会儿到你哈。好的，那你再接，先他接他。对啊，让他想。我要看着字，我要看着字。太难了，我好家伙。第四句最难，不能给压力，这样大家都看他，这种。不，我们不要看你啊，随便先聊。但是我先把我那句写下来，行吗？对，就是下面一句，写到下面一句，换韵了，换韵了。我把回忆带走，我就把所有这些句子写到这儿。对，我把回忆带走。嗯，或者是回忆在我的双肩背里，真的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啊，应该带走。当熟悉的一切都不见，停下来也许有所发现。我先写，这句蛮。这蛮对啊，蛮单一的。停下来会不会有所发现？我觉得是个疑问。停下来会不会有所发现？虽然很水，但是这句很真实。我把朋友都，我想说，F 降 E 的，你说呀。我就随便说啊，我不是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才停的。哦。我只是好像看到了目的地，所以我想晚一点到达。你确定你看到了吗？我觉得好像会看到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后面的样子，所以我想晚一点到达。哦，我只是。毛毛，你会因为好像看到了终点就想晚点到达吗？因为我和何老师的角度不一样，因为你是真切的知道这个事儿的，但我们只是作为参与节目的
如果这个角度，可能多多少少会没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说各话。我们好像长大了，或者没有。多好！快快快，快写、啊！好像长大了，或者没有，或者没有哈。我想到一句，明明是第一次相见，却又要说再见。两个同韵了。明明是第一次相逢，相逢可以的。我们省着点那些韵，往往等整理歌词的时候，把那些词儿都甩出来。这也太幕后了，我们不要这样。观念。对。然后要进副歌了。这主歌也太长了吧？没关系，先写吧。副歌其实可以就是停一下，停一下，给花开一些时间。哦，这可以吗？哎，花开一些时间好哎，好不浪漫啊！咱们在创作的时候。撞大运，责任撞大运，歌迷看的都傻了。没关系，先写吧，到时候再删。也不用在乎那个了，就这么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停一下，给花开一些时间；停一下，让鸟飞到天边。看鸟飞到天边。不，因为这个有别的意思。因为这个蘑菇里面的孩子们都飞去了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就是，是让其实是一个让渡，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你不 hold 住它，你让它去飞。哦，对，这个好，这句哎，毛也能起来，对，鸡皮疙瘩。停一下，我要迁徙到哪里？最后一句是。我觉得别把压力给他毛毛，最后一句我们大家都来想，好不好？黄老师回来了。黄老师，我们需要你最后一句副歌的部分，停一下，给花开一些时间。停一下，让鸟飞到天边。停一下，我要迁徙到哪里？最后一句。停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开个会。停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最后一句就是停一下，去过那向往的生活。没有，去过那向往的生活，一起发癫，一起飞天，一起升天，一起飞仙。这个太不浪漫了，我们假装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不是这么写歌的。我知道了。去过那向往的生活，忘了今年是哪年。我觉得无论比忘了好，无论哪一年好呗，可以扣回去了。